我们今天晚餐，因为我跟阿优比较晚回来，我们吃了什么？这个是昨天没吃完的臭豆腐，这也是昨天没吃完的打抛牛肉，然后跟青菜，是什么？然后这个是那个料理包。今天这个是什么？也是那个什么鱼吗？一样口味。然后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我要赶快弄，是这个。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在 Costco 买的，就是好像是叫顶级菲力，就是在 Costco 最贵的一公斤。啊？你说什么？要烤牛排，要烤牛排。这个快要两，这个应该是不晓得好不好吃，我们要试看看。借你过，那很小块。对啊，因为它我分装分的比较少，小啊。而且其实它真的也比较贵一点。找一个东西。等我一下。我想要那个架子，哪个架子？放在气炸锅里。哪一个架子？那个饭底下那个架子。它可以拿啊。能可以拿吗？可以拿，把饭拿出来就好。你帮我拿一下，好。先来气炸一下。为什么选择用气炸锅呢？因为我比较晚回来，今天快点已经把其他都煮好了，然后用气炸锅会比较快一点。那会比较不好吃吗？也不会，气炸锅因为其实这块已经是酥肥的，我已经酥肥了1个多小时。那这块最主要已经是酥肥过后的菲力，所以它其实就是，好，放进去就可以了。这块已经酥肥过的菲力了，所以其实基本上，好，那因为气炸锅在加热，我让它稍微够热一点。你有吃别的东西吗？这个吃了吗？在炸，对啊，加点青菜，好了，好，然后放进去。等我一下啊、哦！你看。接着我把这块肉给它放进去，我稍微把它架高一点呢、啊，然后我希望它温度高一点，然后时间稍微短一点，这样子里面就比较不会，就是好就这样，好，我觉得不用那么久，应该原则上6分钟就好，因为高度还蛮高的，6分钟以后看状况再来翻面。因为就是我架的高度蛮高的啦，所以它可能需要翻面，不然离上面那个加热太近了。好，我要吃饭了。哦，这个臭豆腐有臭哦。你要吃饭，那你只能吃白饭哦。不要，我要吃这个臭豆腐。那你说你要吃饭，你没有说你要吃菜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臭豆腐好臭哦，这泡了一天应该会更好吃。我觉得差不多。哎呦，做好，先慢做好，不要这样子。而且你看，哎，你把它丢在这里。哦，这个臭豆腐很臭。今天大家试看今天牛排，这牛排是贵的哦。你们试看看有没有跟之前不一样，很快就好了，用气炸锅。我吃饱了。那牛排跟之前不一样，你要回去。家教几点来？快来嘞。在9分钟那就来。阿优做好吃，你吃饭不要讲做好。椅子坐正。没有人坐到这么后面，往前面坐一点点。然后要叫别人拿饭的时候，也要客气一点。
你要不要吃这个肉？为什么？我吃过了。你吃过了吗？有，已经吃了。两分钟。4分钟。嗯。我再给它翻面。姐姐，你帮我把那一盘青菜放进去，微波一下，按个两分钟左右。一分钟也可以，一分钟应该就可以，因为那个酱已经放有点冷掉。你会按吗？一分钟。微波的话，你要把里面的东西。里面没有东西。好。然后按右下角有很多日文字的那个，对。然后一分钟，按一分。好，按开始。闪闪闪的一颗大颗，对，就这样。然后等一下按好，我就会把它拿出来。我是很担心牛排。为什么？三分钟以后，我把它换面一下。我们快吃完了，刚真的都快吃完了。现在就是等牛排的时候。今天牛排应该……阿佑，你还要肉吗？这个肉给你，要不要？嗯，但是不要那个。不要蒜头。要加饭，不然会很咸。好吧，你加点饭来。好，加点饭。啊，你要点青菜吗？青菜只剩一点点。这是昨天剩的饭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些只有这些都昨天那个剩的。然后青菜。好，我去看一下那个肉要不要翻面。可能要拿一下夹子，比较好翻。拿一个这个。阿远，觉得好了吗？有点紧张。干嘛？怕。不知道状况如何。要烤焦了。哦，有好，可以，我再翻个面，感觉正面已经快要没那反应了，就是。什么没那反应？没，就是它会有一个过程。好，翻面，好，应该再走两分钟就可以，没错。刚才蛮漂亮的，等一下再给各位看一下。盘子不会烫，只有中间会烫。你可以先碰一下。通常微波啊，如果盘子没有碰到食物的地方，微波如果盘子没有碰到食物的地方，通常都不会太烫。为什么还要花椰菜？妈咪，那个是要给我放肉的。对，就是要放肉在旁边。你可以先吃几根啊？你先讲。对，你先讲啊。没有给你，我有点忘记了，我再跟你讲。你不是用油焗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是用油焗，我是用玉山砖。找到比赛场地，你可以问他一下吗？什么？比赛场地？什么比赛场地？就打球比赛场地。然后呢？要问什么？没有，就是打，就是去比赛，可以问比赛在哪，可以去参加吗？可以问他在浴池什么的吗？他如果有比赛，他会自己跟你讲，也会在群组说。他现在什么都没说，应该就是目前。有老师有跟我们说，他已经找到了。我来准备场地，有，准备刀子，还有要切的刀子在这，然后砧板，砧板是在洗碗机里吗？砧板没有，哦，在这里。砧板有点湿湿的，我把它洗一下。
像你一样。嗯、好，然后我的牛排好了，哇，感觉气炸比水波好，就不是水波，因为它火比较直接啦。那牛排其实最后，因为这苏北锅牛排其实最后就是要大火，对，它最主要就是让它。喜欢要那个烤箱吗？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老师来，可能要叫老师等一下，马上。我们今天工作起来，今天工作起来了，只剩阿尤了。他们今天最主要都是想要超前写功课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妈、嗯，那个盘子可以给我吗？可以啊，我知道明天就没有功课，很好。哦，有点烫。还好啦，颜色也还蛮漂亮的。那个是什么、啊？看一下。这是喝的吗？有没有洗手啊？有啦，我洗。这是喝的吗？马赛鱼汤。然后，你可能要叫老师等一下。我们吃一吃，收一收，在那个。太烫了，可是我怕不赶快切一切，来不及。我、哦、这软很多哎。嗨，我们快吃完了。再等我们一下，然后迪娜功课写完了，哇，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了。自己有的，我们自己有的。对，等我们一下下。好了好了，姐姐吃看看吧。所以今天的肉比较少，可以多吃点菜。来吧来吧。应该在旁边这边也要撒一点。有撒一点了。这个菜真的很适合在牛排旁边。对，真的。它应该比较软吧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哎，要叫他们试试看。我这块没有蒜盐。你这块没有蒜盐？你自己蘸一下。绝对是茶底下比较好吃。怎么样？就比较软，真的比较软。这个比较好吃。哦，差很多啊。嗯。好吃，就比较嫩。那么呗，就比较嫩了、啊。酱油是很旧的，嗯，都是把鱼肉，真的比较好吃。好了，我们晚餐就吃到这了，拜拜。我可以挑500块。